海棠山。你的打扮各方面挺特别的，你的吊带。对对对，有点像变戏法了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She taught me how to yodel。他，这 Are 是 you okay？ 故意的还是自然的？不是不是，这滑了点儿。他好像有一点少一根筋哎。哎，兄弟，说你呢。大家说你呢，听见了吗？听着了，刚才绊了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唱的这歌什么的。我唱的这哎，坐坐坐坐，快坐下吧，回头又摔着了。完了，我有点蒙圈。我唱一首类似乡村风格的音乐，它是一种唱法，叫做约德尔调，约德尔唱法，它是瑞士那边发源的。行。I went to Switzerland, where all the speed you try to learn to yodel with my yodel lady. I climbed behind mountains on a clearly sunny day, and they all loved the yodeling sky in the Swiss Chalet. She taught me to yodel, yodel lady, lady, yodel lady, lady, yodel lady. She taught me to yodel, yodel lady, lady, yod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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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y.正向力量哎，亲爱的小红红，这个你不会了吧？你该不会连这个也会吧？对吗？对对对对。其实这种唱法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有些人的基因里面不会做那个。哎，这个我很厉害。来，我现在摩托车要开喽。哇，口水差点喷出来。所以要先练习会这个卷舌，才做得到你刚刚做的事情。对对对，舌头要很快，很灵活。约德这个东西，它不仅要有音准，还要有气息上的跳跃，还要有口齿上的清晰。还要有双吐音、单吐音的变化，所以约德是很难的。你怎么想的？因为当时偶然间了解到了这种唱法，然后就我觉得跟就是类似一见钟情吧，然后就开始练。你有媳妇儿了吗？没有。所以你跟他一见钟情了？对，是还是好几年前嘛。我当初喜欢这种风格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歌从来没有悲伤的曲子。要么就是很优美，要么就是很 happy， 所以我觉得特别嗨，特别喜欢这种音乐。我很好奇，中文歌里面有没有像约德尔这种唱法？可能有一首《黄昏放牛》。对对对，这是个美好的家家长长，哒哒噔哒噔哒噔当当，在这闪闪月光是多么动人，帮助你玩快乐。这里没有摩托车的事儿。天上翻翻滚滚。二三四五。有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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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来。好，我们听你最后一句特别精彩的，有个来哟。来，预备，走。但您起的调有点太高了。我来试一下。现在就拿起手机，即刻拍下带有东方卫视台标的电视画面。通过新浪微博、微信、东方卫视官方 APP 哇啦参与互动。登录手机百度搜索“中国梦之声”，支持你喜欢的学员。我来试一下。啦啦啦。
真棒啊！我明确表示我很喜欢，因为艺术是一个宽泛的东西，在我们中国内地的选秀的舞台也好，像我们之前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也好等等，没有看到过。青年大赏颁奖赛我去了，是哪一届？就是那个呀，2010届，您是评委，我是评委。对，那我都不记得你，那你废了。嗯。因为当时那作品的确是不太好。嗯，但你今天不错，我给你过。谢谢评委。我也想让更多人听到这个约德尔的唱法，所以我不让你走，我还要再看到你，我给你过。谢谢。来领着邀请函吧。要是演唱会，我就这样来来来来，有了力，有力，有力，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正在参与节目互动的微博虚拟观众席的朋友们，头像还在不断的增加过程当中，马上来登录你的微博参加梦之声微博观众席位的抢位行动，来支持你所喜欢的选手。